前朝央总杨文科今日系提免诉讼发问，宣布自家确诊的消息。杨文科早晨开业主管汇报过后，感觉怪怪，早晨十点钟就来做快测，结果是阳性反应。经过事先确诊，确定是确诊，过后就紧急取消了接下来嘅所有嘅公开行程。前朝央总杨文科昨天系来到台北出席了一场延时诉讼嘅评比活动。现场出席的延时诉讼包含了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屏东县长潘文环、花莲县长齐振飞也等人，大家就一定关心各延时诉讼的空间情形。其中侯友宜今日开庭的结果是阴性反应，杨文科体确诊过后就回到陆家休息，进行七加七的居家照顾隔离。